有一个古装忘记了，谢谢云云送来的礼物，谢谢。我忘记了那些音乐，感谢感谢。嗯，还有一个舞叫什么名字啊？我不记得了。这个吧，应该是，好像是这个吧，忘记了，不会跳。好像会了吧，应该马上来一下，好像会了吧，来一下。Yeah.
没有啦，对，好像会的吧。什么两下就会了？会了，会了，会了，会了。虽然它很绕，但一下就记得了。这样跳的，它先是这样的，先是哪样的？先是这样，先是这个动作，手往上抬，甩两下，转个圈，好，再来一个，二、三、四，再转个圈，然后画手，一、二、三、四，画个带圈，一。二，好，转过来，四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再画一个圈，往上抬，再往上抬，甩过来，再打回去，一，二，一，二，三，四，五，六，好，就没了，它就是这样的，它一套动作就这么几个动作，就没了，改一遍，跟一遍音乐嘛。跟一遍音乐啊，上台，转圈，这一首不送歌的听歌的途径呀，然后那人就不送那首歌的发言送来的礼物，不难吧？也挺简单的。丽丽当老师了，可以嘎，可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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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给你当老师啊！这很简单的，丽丽都这么快学会啊，大家也可以的。这是个新舞，晚上去啊！现在不是六点过吗？六点半吗？顺利为图吧，大家每天晚上直播间来打卡就行啊，跳起舞来就兴奋了。哎，中感觉这个地方长了一颗痘，这个地方今天晚上要跳舞，要跳，要跳故乡羌塘牧区啊，这个会了，这个会了，这会我刚刚跳的不是这个，我刚刚跳的是这个，我刚刚跳的是这个，现在。